我一直在默默祈祷，希望能够躲过这次血光之灾。我也一直这样想，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。 你们二位，请立即随我到秦王府去。啊，秦王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吗？当然知道。可是你们知道秦王的处境吗？不是，还在僵持吗？危在旦夕。走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是陛下犹豫纵容太子所致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攻克洛阳之后。 我就已经劝秦王不必拘于周公之礼了。现在到了挟持陛下已令天下的时候了。只要做掉太子，齐王好办，陛下也会审时度势。一定要做掉太子，没有什么疑义。嗯。二位，进了秦王府之后，只可劝进，不可劝退。好，咱们去。 我已经替二位准备好了道士服，请换上。好，谁？是我。可惜呀，没用上。方玄龄随尉迟敬德走。好，杜如晦随我走。如果半路上遇到什么情况，两位不要与人交涉，我和尉迟敬德自会上前解决。走。 殿下，秦王，我还以为只能看见你们两个的人头呢。放心了，放心了。大战之前，殿下还能如此血笑，看来形势没有那么糟啊。殿下，情势如今究竟是如何呀？ 太子已经决定了，明天在太极宫为齐王践行。到时候，齐王将亲自对我下手。啊，什么？到底到了这一步啊？太子有京师统兵权，东宫现在有2000兵马，齐王呢，现在也有征伐草原18部的统兵权，而我们秦王府只有800兵马。 以兵力来说，他们对我就如同以石击卵呐。你们说吧，这个鸿门宴我到底去还是不去？我看去的好。现在我们的实力如此悬殊，那么只有进了太极宫，才能将京都的士兵和齐王的军事。 都隔在皇城之外。如果我们明早能将府中的800人偷运进皇城，那打起来胜算才会在我们这边。宣武门是长河之首，长河与殿下是知心之人。运兵的事，我去跟长河说。慢，殿下，我们跟着殿下就是为了富贵。 如果我们等死，那我就此告辞了。不再为殿下效力了。800人就800人，我们去打。打吧，殿下，打吧，殿下，打吧，就打。对呀，殿下，我们同甘共苦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谁会甘心？800人就800人，800人先下手为强。
殿下，动手！对，殿下，殿下，岂不可失啊！殿下，动手吧！我知道，这是早晚的事。兄弟自相残杀，我总觉得，殿下，我们愿意以死相报。殿下。 不能犹豫了，对呀，殿下，说的对呀，动手吧，殿下。对啊，如果殿下不先发制人，那我认为宁可让他们诛杀算了。尉迟将军说的对，我绝不做他们的祖上之肉，我会带上我的妹妹，浪迹山野。殿下，你只要一声令下。 你还记得五楼关的事儿吗？殿下，秦王拿弓，尉迟敬德执矛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得住？是啊，殿下。殿下，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宁性不堪。 才会主动，才有锐气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，我应该相信，陛下最终不会立我为太子。你应该相信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自相残杀起来，陛下不会制止。不会制止的意思是，皇宫的禁卫军是站在齐王一边的。 是这样，也只能是这样。除了这样，还能怎么样？你才是真正的太平天子。 你就是天子，您是天子啊！是啊，嘿，我起卦。起什么卦？如果不急，就不干了吧。是啊，我们就不干了吧。就是，秦王，动手吧！秦王，殿下，动手吧！ 殿下的勇气开始，祝殿下早得天下。既然定了，那我们就走到底。好，殿下一旦得了天下，会有一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唐以孝标示天下，若伤残到陛下。 殿下如何向天下交代？陛下的事情交给我好了，我来做恶人，殿下来做好人。明天在陛下面前，如果不成，我召伏兵，逼着陛下答应殿下做太子。有什么对不住的，算在我头上好了。怎么样？ 嗯。
怎么回事？陛下没有召会你吗？我有点喝多了，醒醒吧！有人密奏陛下，说我们淫乱后宫。啊？还记得晋阳起兵前夜吗？当然记得。殿下，此一去，多多保重。多谢府事。来人，在。扶齐王回府。是。去了以后，嘱咐一下齐王府的人，叫齐王明天千万别晚了。是。亲王殿下，进入玄武门之后，我们的人马现在海池边埋伏下来。我到甘露殿等候陛下，接他到海池边上船，我们在船上和陛下谈，逼迫陛下废除太子，贬黜齐王，等太子和齐王上船之后，大局已定。如果他们不服，侯君集，在。看我的信号，你率领我们埋伏在海池边的伏兵，
制住太子和齐王的随从。是。 我们在长安只有800人，这里留100人，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在，你们两个留守在这里，是。 长孙无忌，在；尉迟敬德，在；秦叔宝，在；张杰，在；刘实力，在；公孙武达，在；独孤烟云，在；杜君绰，在；郑仁泰，在；李孟昌，在。记住，我们只剩下700人了。 我可以到长安大牢带囚徒，到玄武门与你们会合。囚徒，你放心吧，殿下。
咕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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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咕。布谷鸟叫了，咕咕，该收麦子了。秦王殿下，请。公元626年，武德九年夏，李世民率先领兵进入玄武门，埋伏于宫禁之内。开门，把帘子升上来。陛下，陛下。陛下，您还是不喝乌舅子汤啊？看看，白发又多了。不喝不喝，太难喝了。
端下去，那就让他白下去啊！哎呀，白就白了吧。我是大唐皇帝，并不在乎这些。不是当年了，年轻的时候总是要打扮的。哎，想当初。 谁朝神武功，要嫁他的女儿。知道，我知道。神武功斗艺说，谁能射中画在布上的孔雀的两只眼睛，就把女儿嫁给他。结果，陛下当年的你射中了，斗艺就把他的女儿窦氏嫁给了你。是啊，后来，他给我生了四个儿子。 一个女儿，可是窦氏已经故去了。唉，可惜呀，他没有看见我做皇帝，我也只能追封他为窦皇后。陛下，您就不再立皇后了吗？ 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又提什么立皇后，难道你就那么想做皇后啊？当初我和窦皇后，顾皇后，好，顾皇后，我们有了四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如果你再生个儿子，又怎么样呢？他只能是个亲王。 这颗脑袋还不错吧？嗯，叫他们把我的王甲拿来。殿下放心。 御有不测，殿下记得不要用手臂去挡，暴露胸背，敌人就会攻击胸背。这件锁甲当得起300斤的力量。你这颗烂头真难数，下辈子换个好的行不行？今天，你就会知道。 这个头，谁的最好？随时听我的召唤。好。
父亲。嗯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父亲，今天是我的死期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父亲，昨天您将密奏给我看，说秦王想做太子，这就是说我要谋反，谋反就是死罪，所以我知道我的死期已到，这是第一死。我没说你谋反啊。好，今天在太极宫为齐王践行，太子和齐王已经密谋动手，齐王将亲自手刃秦王，这是第二死。这怎么会呢？我当然有细作，我说的准确无误。如果父亲不相信，等太子和齐王到了，您要他们脱下朝服，他们必穿鞍甲。这你们兄弟真的到了这一步了？不是我秦王到了这一步，而是太子和齐王到了这一步。太子握有京师兵权，齐王又授予行军大总管，而我秦王在京师仅有亲随。今天不是我的死期是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今天本来在灵湖殿中议事，我要防备埋伏。那你说到哪里去？为了公平，所有人到海池上乘船，即使有变，伏兵鞭长莫及。好，我们就上船。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今天我们讲好了，你们兄弟之间就不要再生事了。是是，啊，谁再生事？我没有生事。是是。殿下，齐王已经出发。齐王告知，他会在玄武门外等候殿下，一起入宫。长林兵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小心点，长林兵。长安的流氓，他也是流氓。别到时坏了大事。殿下放心。你想干什么？愚蠢。是。薛将军。殿下。我入朝之后，你马上率兵在玄武门外等候。是。等我派人召你，你再入玄武门。嗯。殿下，要是遇到抵抗呢？不会，长河是我的人，你只管进好了。如果真有什么敢阻拦者，格杀勿论。遵命。把兵符拿来。我把这一半留给长河，有麻烦就拿出你的那一半。殿下，要是长河叛变了呢？会吗？
不会。开船！今早当值的军师换了吗？ 见过这些新来的侍卫，陛下当然是对的，那都是秦王府的卫兵。你，陛下，有秦王保护您，生命无虞。您就放心吧。你这是挟持。等太子和齐王到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挟持。 你我都不免于难，我不能容忍，谁挟持我都不能容忍，这是太极宫宫禁之内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 长孙无忌拜见陛下。 陛下，您大事要有决断。晋阳起兵的时候，我还年轻，只知道起兵，杀他个痛快。但陛下临危不乱，我记忆犹新。陛下，我决定了，今天只有一个太子。 事关重大，不得有误。殿下放心。陛下撤令，太极宫禁卫军不得擅动，静候陛下撤令。 你去吧，拿船上去，小心点，陛下正生气。是。